我的天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你看看这泡，这马上就开锅了，这是钓鱼人谁受得了这个呀？你们帮我作证啊，这是他们先勾引的我。要不说这江苏的资源好呢，这么不起眼的一条小河啊，看到那个船没有？我们直接坐在那个船上斜着钓。好，就在这儿，正好5米4的杆子应该能够到前面那个泡。你们别看这么小的河啊，水流非常的大，所以咱们线组呢依然是老配置，三拉二的线组，海西7号钩，漂的直线是12克，铅皮22克。杆子呢5米4的5H。好，刚刚测了一下啊，水深大概在2米，还可以。来吧，先做个窝子，钓前扔两把，空军也潇洒。OK， 静待发窝。好了，现在已经6:10了，打完窝20多分钟，我们也等不及了啊，7点多就黑了。来吧，看看发没发窝。哎，有口，点，还在吃，还在吃，还在吃。哎呀，这吃死了吧？这是中第1尾，小鲤鱼啊，不大，看这活性，蹦跶蹦跶的，哈哈，拿下。好了，不要再挣扎了，过来。好了，开张了啊，进去吧。这有第一尾，就有第2尾啊，我们继续啊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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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第2尾。哟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力道不小，稳住！哎呀，拔河！我去，这个力道好大啊，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大呀、啊，这鱼。起，控制它，还不大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呀，这流水河的力气特别大，这个鱼。有的时候放失手绳，它不是说鱼有多大，它是真的要拔河了。就刚刚那一下子，我要没放的话，必切线。好了，他去了，过来吧。第2尾，哎，过来。这个皮毛是真的没毛病啊，通身金黄啊，漂亮。来吧，入户第2尾。哎，来了，再中。这个劲头有点足啊！哎呀哎呀，又拔河吗？别别别，不放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根本弄不住了，拔河了。回来吧，这冲劲是真的很大，鱼可能不太大。哎呦，我去，我不想放失手绳，但是它真的拔河。哇，又来了！哎呀，这么大的耐力吗？起，哪里跑？我回来。好了好了，终于虚了，抄它。哎，你看。黑球还在嘴里边，哈哈哈，我们来欣赏它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体型，这身色，哎，钓鱼人都喜欢吧，哈哈哈，舒服，入户。好了，连上3尾了啊，给它补上几粒，继续干。又中，哇，可以，哈哈，可以，直接拉回来，溜它。这2米的水深，流水河的鱼，这个手感真的无敌啊。哎呀，还溜不翻它。这力气还十足呢，给我较上劲儿了啊！你看看，都引来围观了，朝着大爷也不吃饭去了，在那看我遛鱼呢，还不出来吗？出来！哎呀，好了，这该说不说，这皮毛真的没毛病啊，是吧？看、这身条，太漂亮了！给你弄进去吧，给我。上来，要上来，哎，稍微点，换一个话语，换一个。你那个法律已经飞出去嘛？跑，哎，跑了。三，一，从地形上看，全团1000多号人。不可能全部展开，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，那成了添油战术，这是兵家大忌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。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。团长，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技？